好，谢谢新加入举办这个活动啊，也特别谢谢学习，那作为一个这个关注区块链很有关注安全来关注安全来关注这个中国从业者，那么我们期待就会迎期待很久。那也特别谢谢今天学习学习的分享啊，特别是我从看到我们这个整个我们演讲的主题，我就开始非常期待这个子轩的演讲，因为我跟刚才子轩讲的，我们关心的是同样的事情。 就是在这样一个decentralized的网络下面，在去中心化的这个交易将会非常怎么样进行一个运行。那在开始我演讲之前呢，先简单讲一下我们公司叫好，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吧。我们叫成科技，我们致力于做去中心化的CDN服务。那么，所以。 大家都是从业者，您看就知道我们现在状况应该就是靠一些客户，然后苟活着。这个，你知道，对我们坚信 IPFS 还有我们坚信 Filecoin 能够改变CDN这个市场，但重要的是这样的，就是你知道中国有个老笑话，说张三和李四走在街上看到条狗，然后张三说不要怕，会掉的狗不咬人，李四说对，你知道我也知道狗知道吗？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 我们相信去中心化会改变CDN这个业务，但重要的不是我们信不信，而是客户信不信。那么还处在这个比较艰难的教育合规过程中，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分享几个，不是CDN，而是一个比较乏味的地方。那么我们来讲一讲，我自己分析一件事儿，因为我在做财务之前呢，我大概做过5年左右的天使投资，然后我在公司业大概干过10年，我自己一直对于经济学还是蛮感兴趣的。 那凯恩斯讲了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这个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影响力，无论他是正确的还是错误。”就是有很多人觉得我是不会被这种所谓的学术所影响，但其实他们是那些过时的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我非常喜欢那句话，我非常喜欢那句话。今天我们的整个世界。 是依然是被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些思想所统治。从亚当·斯密揭示这个市场的力量以来，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说 ，OK， 市场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安排，它是一个分配稀缺资源和组织生产的一种比较好的方式。那么，古典主义经济学呢，或者说新古典经济学，它有一些固有的想法。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是，他认为人是理性的。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是理性的假设，他认为人对于自己的交易行为是有反思和有控制，他认为人是基于一个完备的信息，然后来做自己的决策，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在这个假设之上呢，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假设，也就是刚才子轩讲的，就是有效市场，或者说就是供求平衡。那么我们都相信市场是有效的，你把供给端和需求端摆在一起。 他们自己搞呀搞，搞呀搞，然后就搞一个价格来，然后交易出去了。我们相信整个市场呢会进到一个均衡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相信市场给供给端、需求端都放一个不稳定的地方，会导致于整个市场的交易达到一个平衡状态。这是古典经济学的另外一个信念。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信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相信整个市场机制是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分散化的。 我们认为市场是分配需求资源的一种比较好的方式的。那么，在这些信条之下，感谢于经济学家一代又一代的研究，然后在整个互联网时代上，过去我们的市场是线下的，比如说我们在深圳南山这地方学的，这地儿不错，这个风水宝地，我们开了贸易市场，然后各地农民过来做交易。 那么这是一个线下的小的市场，那么当互联网发展之后呢，我们把市场从线下搬到了线上，市场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在可见的未来，我们相信在中心化的经济社会下，应该只有一个市场存在，那一个市场是统治所有参与的市场。在这个整个市场发展过程中呢，我们有一些同学规律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均衡原理，就是。 我们大家都相信说市场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我们相信把供给端和需求端摆在同样的市场下，价格信号就能够帮助一些供给端、需求端来做脱钩。
就是对于运营的细节。那么当然中间也出现了一小问题，比如说您我们发现就是 Apple 不基于二手车市场研究，我们发现说在柠檬市场上可能出现劣币出良币，就好像我们在往前倒几年在数字货币市场出现劣币出良币一样，就是我们发现柠檬市场会出现劣币出良币。那么紧接着 Spencer 又拿出信号理论，就是在这样一个双方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我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我怎么主动的放信号，让更多的人相信说哦，我是一个有价值的这样一个市场参与者。基于这样一代一代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呢，我们相信说 OK， 一个线上市场它是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然后线上市场是可以改善所有参与者福利的，然后线上市场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么在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讲说不好意思，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一直讲说市场是个看不见的生物，但是在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这些看不见的手是被握在一些看得见的手里。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小商户，你想做生意，你想做电商，你的对手方无非就是淘宝和拼多多，你能够做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市场作为一个交易机构，它本来应该是看不见的，它本来应该是中立的，但是今天这些看不见的手是被握在看得见的手里，于是就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市场不再降低交易成本，而是拉高交易成本。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小商户，因为我自己投过电商，我投过品牌，我也投过电商，我也投过微商。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小的制造业，比如说我开了一小工厂，然后比如说我是做口罩的做袜子，我想在电商市场能做交易的话，那么如果你淘宝开店的话，大概你要拿出你整个营收的20%到30%，然后给淘宝，以各种方式聚划算或者进店费或者等等。今天你要入驻京东的话，差不多也要花掉你整个营收的20%到30%的代价。所以这是第一个很有意思吧。第一个再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滴滴和 Uber。滴滴的话呢，司机在滴滴平台上做交易的话，平均的交易抽成是20%到26%。那么如果你要是做拼车的话，实际上平台抽成更多。我们看到第一次说，当看不见的手在看见的手里的时候，平台开始不再降低交易成本，而是推高交易成本。线上的流量开始变得越来越贵。那么普通的从业者想要在线上平台上获得流量做交易变得越来越难，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意思现象。然后第二个现象是，我们发现是这样的，过去我们认为价格信号有效，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在今天这个市场上，价格信号开始被扭曲，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机票加酒店这个领域，机加酒店领域反复的被人这个爆出来，就是携程遇到的问题，就是叫做大数据杀手，基于平台掌握了，平台作为一个看见的手，它掌握你的所有的数据，它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你有钱或者没钱。那么你会发现，一个有钱的人和一个没有钱的人，在同样一个平台上搜索同样一个东西，这个平台给的价格信号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事情是这样的，价格信号开始被扭曲了，而且平台在使用大数据对客户进行价格歧视，这是第二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第三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电商平台的流量开始变得越来越贵，于是很自然的，创业者开始想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整个交易体量、交易破口这件事儿。角度来说，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希望这些举措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但实际上并没有降低交易成本。大概有哪些举措呢？一个很典型的举措就是微商，就是我们讲的叫传销。在微商这个模式上，其实微商也并不是一个新东西，只是它的威力在互联网上得到放大而已。在微商或者说直销这个领域，传销直销领域，其实案例已经做得非常好了。然后在这个市场上，大概已经有无数个从业者证明了说，
在这个市场上交易成本大概在53%左右，就是你每卖100块钱东西，大概要拿出53块钱来给到你的一级一级的微商代理商，所以实际上它交易成本也非常低。另外一条路呢，就是现在比较接近拼多多，就接近拼多多。拼多多是团购方式，拼多多看上去是用团购，它的逻辑上来讲，它是降低用团购的方法，然后来降低交易成本。本质上就是它讲的故事是我帮助这个企业降低存货，但实际上也并不这样。拼多多真实的运营逻辑，这些平台他们真实的运营逻辑依然是想方设法来阻止。来阻止消费者收集足够多信息，并且比较准。你在拼多多上，拼多多的自家商品，你去仔细看它，它的号通常是断码的，是全的。然后它通常是用一个断码的自家商品，然后把你导流进来之后，然后最后再分流到其他商品去。所以角度来说，在这样一个场景下，团购这个场景非常有意思的是，它依然在从事于扭曲价格信号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一直相信市场有效率，但今天当整个市场被握在大公司的手里的时候，我们面临三个问题：第一是大公司本身推高了交易成本，他们在抽成；第二是他们在扭曲价格信号，并且用大数据来扭曲价格信号，对不同的消费者进行价格歧视；第三个问题就是整个线上流量变得越来越贵，各种模式跑来的话都在推高交易成本。所以这就给我们从业者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就是说。我们看到古典主义的一些信条在崩塌。过去我们认为说人类是理性的，然后我们是基于网费的信息来做决策。过去我们认为价格信号会促使供求平衡。过去我们认为整个市场会降低交易成本，带来社会福利巨大化。但今天不是这样。我们看到第一，信息是不完备而且不对称。然后我们看到价格信号被交易平台扭曲了。我们看到市场变成了巨头价值的一种工具。所以角度来说，如果在这个规律沿着这个规律继续往前发展，说整个全球只有一家电商平台的时候，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中心化的经济体系下，这些情况是不会得到改善的。那么而我们如果想做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平台，想从一个分布式的记账转变成，或者说想从去中心化的账本、去中心化的服务转变成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市场的话，我们不得不检视我们原来的假设，去拿出一些新假设。我当然角度来说，我非常喜欢许先刚才演讲，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 framework， 而我还没有 framework， 我只有一些神棍的 assumption， 就是很民间科学家。然后我们讲讲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这也是我自己一直关心的一个事情，叫做在去中心化的市场上，我们应该通过共识量经济规律来去交易。我认为第一个很有意思假设是这样的，我觉得第一，在这样一个去中心化市场上，信息是不完备的，用户能够或者说交易参与者能够获取信息，它是受网络后果影响的。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的拼网络很像，就是你在动态发信条里面，你能够拿到 peer 节点，其实也不完备的。我今天想找一个文件，可能全世界有10000人拥有我的文件，但是很对不起。可能你只能找到其中1000人左右，因为你找 peer 节点这件事儿本身是有成本约束的，它受到你的时间和金钱这些很重要的成本的约束。所以我们认为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是信息不完备，交易参与者获取信息能力会受到网络错误和交易成本的约束，就是送去你们。然后第二个非常有意思假设呢，我们认为是这样，我们认为交易结构是动态的。过去我们认为整个市场会走到一个平衡，就是会有一个稳态的价格出来，我们认为不是这样的。我假设将来在这个市场上，所有交易参与者都致力于对其他交易参与者做价格歧视，就是通俗一点，就是所有人在骗所有人，所有人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然后尝试根据我掌握的你的信息，然后给你一个更合理的价格，或者说对我更合理的价格。那么角度来说呢，就带来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交易参与者，你必须保护自己的隐私，以防止被价格歧视。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里面隐私不是秘密，就是我们都知道那句话，就是三方的讲说的 privacy 不是秘密，就是所谓隐私是说你要在跟对手方在做交易的过程中，你要知道给他披露了你的信息，然后披露你的数据，他拿这些数据干什么。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交易参与者都要致力于保护的隐私。如果你不会保护你的隐私的话，你就会被，你会遭到价格歧视。我们认识第二非常有意思的事。第三个非常有意思假设，我们认为是这样的：市场不会天然的，市场不会天然的带来社会福利最大化。今天每个人的福利要靠每个人自身的算力来保障，所以我们认为未来所有的交易参与者呢，因为今天发展，今天整个这个市场的信息已经由于信息爆炸，作为一个交易参与者，你能够搜寻到信息已经远远超过了你的人脑能够处理量。我们认为在未来，所有交易参与者都会用 AI 来辅助自己来做决策。就像我们今天炒币，你肯定不是买了就结束，你肯定是用量化一样。我认为所有人都需要用系统，用 AI 来辅助自己来做交易决策，所以交易成本的降低。单个交易参与者的福利最大化，依赖于你掌握多少算力。全网的交易成本降低，依赖于全网算力提升。所以这是第三个很有意思的假设。在这个基础上，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我们认为会演化出一些新的去中心化的市场和去中心化的交易规律。那么，我觉得在那样一个未来社会呢，可能会出现非常有趣的现象。我姑且很神棍的管它叫做 P1 网络的市场，就是所有的市场都是在特定的网络客户下展开的。第二点叫做价格逆歧视，每一个人对每人的交易都没有一个恒定价格，而是会有一个预算法来做的价格。第三叫做算力，就是金钱。如果你有足够多算力，在这过程中你能很好的解决定价问题，你就可以获取更高利润。第四叫做隐私，就是优势 privacy 和 money。你能保护的隐私，你在整个市场上会获得更多的有意思的现象。那么这样一个电商，这样一个去中心化交易市场，应该说可能离我们还蛮远的。但我自己一直非常关心 IPFS 的 Filecoin， 就是因为确实我看到 Filecoin 把存储这件事儿拿到了一个 global 的市场上，一个全球化的市场来做交易。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交易现象。所以我特别期待说，当我们这个市场真正出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因为存储这件事情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很重置，就是存一个东西，但其实里面的 QoS 参数还是，就是整个它的速度、它的可用性、它的带宽，这里面还是存在着一系列的很有意思的指标。所以产品依然就是差异化的。在市场上到底发生什么样的现象，我自己还蛮期待的。所以今天我们站在这样一个巨变的门槛，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也特别高兴能够在这个会上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很深刻的想法，谢谢大家。